转载自百将号，作者赵总官。 NBA 今年夏天，湖人通过操作让詹姆斯把天赋带到了洛杉矶，而詹姆斯加盟也吸引了一众强援，直接让湖人队的阵容提升了一个档次，新赛季完全有机会暴锤勇士。下面赵总来盘点一下詹姆斯身边的五大帮手。詹姆斯能够年年率领球队打进总决赛，也不光是他一个人在扛着球队前进，身边的队友也有着出色的发挥。我们看看身边做出或突出贡献的这五个队友究竟都有谁。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凯文乐福，虽然很多球迷并不喜欢他，但赵总依然认为他是詹皇身边一个很强的帮手。进入联盟第一个赛季便入选了最佳新秀第二阵容，在2010-2011赛季被选为进步最快球员，更是五次入选全明星阵容。这位2.08米的大个子尤其擅长接球就投，靠着出色的投篮，而他也夺得了2012年全明星三分大赛冠军。不单单是投篮，作为一名中锋，他的速度却和后卫一样快，但缺陷也很明显，他的弹跳能力一般，在很多关键的比赛中未能成功保护篮筐。可是他敢于对抗，冲抢篮板十分积极，这样一位全能的进攻型大前锋，他和詹姆斯真的是很搭的。在骑士场均可以砍下18分 ,10.2 篮板 ,2 助攻，投篮命中率 43%, 三分球命中率 37%。 这位克利夫兰老伙计在骑士与詹姆斯并肩作战四个赛季，每个赛季都带领球队打进了总决赛，艰难地拿到了一次总冠军。看到詹姆斯在抢七大战稍响后与乐福相拥而泣的照片，你没有动容吗？第二个我们就要说的雷阿伦了。雷阿伦已经37岁的时候选择加盟卫冕冠军迈阿密热火，在当赛季总决赛第六场常规时间将要结束时，雷阿伦投进了一粒价值千金的三分。当时雷阿伦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在两个人的防守下依然选择了投篮，这可谓总决赛经典的神来之笔，帮助热火也在当赛季夺得总冠军。假如没有雷阿伦的那记续命三分，恐怕詹姆斯早就回家钓鱼去了。真的可以说是让雷阿伦拯救了詹姆斯，在热火十场均砍下 10.2 分 ,3.4 篮板 ,1.6 助攻，投篮命中率 43%, 三分球命中率 40.6%。 第三个不得不说凯里欧文了。在那年夏天，欧文突然提出要求被交易，让球迷们大为震惊。但是不得不说，欧文在骑士的几年辅佐老詹真的尽心尽力，在詹姆斯决定重回克利夫兰时，他大方地让出了球队老大的位置。而欧文最后的离开也并非不想给詹姆斯做小弟，而是骑士管理层无情无义，和詹姆斯合作的三年里，骑士三年散进总决赛。而在我们走后，詹姆斯也动情地讲道，这家伙真的很好，特别有天赋，除了尊敬我还能讲什么，我们在这三年里一起打球是多么棒的回忆。想想吧，在2015-2016赛季的总决赛抢七大战中，正是欧文最后时刻的三分球杀死了比赛。虽然在离开骑士前的最后一次总决赛中，欧文的发挥并没有打出球迷们的期望，但他真的为詹姆斯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压力呀。赵总认为，假如欧文没有离开詹姆斯，骑士在未来几个赛季能夺得更多的总冠军。再不提韦德，估计有球迷要来打我了。詹姆斯的好兄弟、好基友、好帮手，相信很多球迷还记得那张经典的照片，韦德将球高高一抛，头也不回就开始庆祝，而詹姆斯也心领神会，高高跃起将球扣进。为了和好兄弟詹姆斯能夺得总冠军，韦德将先付出了很多，这也招募来了波什等一众帮手。不仅如此，在詹姆斯来到热火后，两人也深入讨论了三巨头如何共处，怎么打球。最后经过努力，韦德帮助詹姆斯在热火拿到了两个总冠军，在热火四年四夺东部冠军、两夺总冠军，
如此辉煌的战绩最后也没能挽留詹姆斯留在迈阿密，可这并没有影响兄弟们的感情。在欧文离开詹姆斯后，韦德老将底薪加盟骑士帮助老詹，虽然这次合作短暂，但让球迷们看得泪目。最后一位赵总要说的这位球员，可能出乎球迷朋友们的意料，他就是洛杉矶湖人队球星英格拉姆。英格拉姆是2016年榜眼，出入联盟第一个赛季场均砍下 9.4 分、4篮板、2.1 助攻。在刚刚过去的上个赛季中，英格拉姆进步突飞猛进，他已经可以砍下场均16分、5篮板、4助攻的数据了。他的身体底子非常好，身高2米06，必然也达到了 2.2 米，有三分，有技术，能够运球创造机会，也难怪联盟的很多名宿都认为他将成长为一位像杜兰特那样的球员。湖人之所以将他视为非卖品，这恐怕就是理由吧。凯里欧文离开骑士后，詹姆斯身边正是缺少了一位关键球终结点选择，而且运球或半场组织进攻这些活都让詹姆斯一肩挑了。而上赛季湖人伤兵满营表现挣扎的时间里，正是英格拉姆站了出来，他在比赛中发挥了自己优秀的组织才华，可能会占有一定的球权，但是相信詹姆斯会处理好球权分配的问题。别忘了英格拉姆他才20岁啊，20岁就可以打出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表现，而且他真的非常勤奋，也非常努力，这就让他的上限变得无限高了。赵总希望下一赛季可以欣喜看到英格拉姆和詹姆斯能够打出优秀的比赛，帮助詹姆斯复仇勇士，夺得总冠军。赵总知道这样讲会有很多人喷我，但是你们想想啊，之前詹姆斯打出优秀的战绩，更多靠的是一星四射这样的阵容，但是加盟湖人后管理层的每一笔交易都是魔术师先前和詹姆斯沟通过的，所以湖人在休赛期疯狂囤积优质锋线似乎也可以看得懂的了。詹姆斯在休赛期多次表示下赛季将更多的打无球，所以说詹姆斯接下来几年身边最好的帮手如再像是雷艾伦那样的球员了，而是像英格拉姆这样攻守俱佳，又投篮有突破，有关键球终结能力，有他在就有暴锤勇士的希望。你认为谁是詹姆斯身边最强的帮手呢？